宝贝，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一周年，晚上我带你去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就是你一直想要去的那个地方。哦，怀孕好啊。怀孕？他是谁？为什么你跟我在一起呢？小姐，你怀孕搞屁事啊！你是谁啦？我怀孕了，我想问你，附近的妇产科在哪里？哦，你不会早讲哦，我快被你气死了！哎呀！